的，今天天哪，就是这个是碧海蓝天仔了，但是这样子优美的外表，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对不对？是紧张吗？紧张，刚刚在后面还抓着我的那个工作人员们在那边祷告祈祷，哇，夸张！好，来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待会要挑战什么样的任务？大家看到后面的水缸吗？我等一下就是要到水中挑战自拍。哇塞，所以你是游泳健将？不算，但是不怕水，不怕水。所以你有试过在水里面闭气可以很久吗？我肺活量不太好，所以可能只能短短的几秒，但是自拍可以啦。哦，自拍是可以的就对了。人生第一次拿着手机，对，在水中自拍，而且这么多人看着你，所以要变魔术哎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自己也很喜欢自拍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对于自拍会比较要求什么点？我觉得自拍最重要就是画质要好，是画质好，然后要够广角，因为有时候你看刚刚那么多人自拍的时候，够广角全部的人才可以进去。是，再来就是尤其是夏天到了，我们常常会有些去海滩啊，或是一些海岛国家，对，拍照我们最怕就是手机如果消失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家家常常在水里面或是在海边，其实都很想带手机下去拍，是，然后你都会套那个透明的套子，其实根本都拍不到，而且会起雾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刚好它的功能完全符合这个需求。是，今天 Galaxy 这个 S7 它完全就是防水功能，然后又广角，而且我觉得最棒的，它里面还有附那个美肌的效果。对，也全部都在里面，就是不用担心进去怎么拍，一定都是超美、超漂亮、超梦幻，美人鱼来着就对了。对啊，其实如同刚刚有人所提到的，其实我们的 Galaxy 那里面水是有点冰冰的哦。对啊，而且好像有点变天了。不要怕，我们现在马上大家很期待这一刻，请你们来就位。好，加油加油，麦克风交给我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我会尽量不要挡住大家。三二。我们闪送 Galaxy S7 强大的防水功能，好 ，OK， 现在这样先拍一下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真的是女神，真的，这样子要拍吗？让我拍一下，来这边，宇文，走进去，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了，这边不停留太久，我们待会要马上下去了，往下走，好。下水衔接自拍，好，大家也可以捕捉这一个画面。待会的顺序呢，宇文会先入到水缸中，然后缓缓的走到整个水缸的正中间，然后会先跟大家互动，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因为他一旦下去闭气几秒钟的时间，就是大家捕捉的时间喽。因为他没有很多气，他先预告一下他没有很多气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那所以你要转身了，对不对？从右边转身下去。我们请一位小鲜肉先在旁边，如果发生什么状况，临时状况可以抓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一个比较高的小鲜肉可以站一下旁边。好 ，OK， 因为我觉得宇文你下去的那一刹那要小心步伐，因为我怕他比较滑一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再靠近一点，如果他下去需要扶人，你就赶快上去。好 ，OK， 那所以你会慢慢的下去。然后再到水缸的正中央，你可以哦，水会不会太冰？还好。我们给宇文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哇塞，好，你在天先 stand by 哦。如果你放心，我们随时都会协助你的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小心，哇，你的背力也算蛮强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很冰对不对？先让你习惯一下水温。因为你等一下会整个身体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宇文来到整个正中央，再给我一支麦克风好吗？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我怕你没有办法趴得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不要，好，没关系，宇文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待会我用倒数的，你就不用趴在上面了，我就倒数，然后你就那个入水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待会我们就要让现场朋友一起倒数了，好不好 ？OK。准备好了，有任何需要协助的，会飘起来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倒数喽，三。好，让你习惯一下，让你先习惯一下，可以吗？三，等一下，宇文，我跟你讲，你决定要。
起倒数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，三、二，加油！一 ，Let's go！ 新老板们，新老板稍微换气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手机的问题再一次 ，OK OK， 手机的问题再一次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OK OK， 手机的问题再一次，好，再来，如果准备好，你就下去，没有关系。是让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成功了，是吗？掌声鼓励。好，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谢谢，谢谢宇文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让宇文上岸了。我们要进行联访的话呢，他会换一套衣服。小心，我们两位一起上去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他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该不会这就是你们最想看到的画面吧？大家要替他担心，对不对？那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他真的辛苦了，非常非常的棒，耶，胜利！好，那我们请这个小鲜肉部队帮我们呢，把宇文抱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快速的让他可以这个换装来进行媒体的联访。好。请到